琴日就带大家嚟到距离市区只有半个钟车程嘅川越食鳗鱼饭，仲介绍咗个卡哇盖 discount pass premium， 可以一日内无限坐世经观光景点嘅巴士。既然有咗呢个 pass， 我哋就可以去多啲川越嘅名胜啦。好多人都识得嚟呢一个祈求恋爱运嘅冰川神社，但各位信众又知唔知道就喺神社嘅隔篱有一个同佢息息相关嘅结缘咖啡咧？咖啡无论系 logo 定装饰都用咗诚意。简单好睇之余，一入到去就有种备受祝福嘅感觉啊！咖啡最有人气嘅就系呢个结缘卷形蛋糕，口感松软，哇，明系结缘蛋糕，梗系有啲意思啦。从外卷入内嘅漩涡花纹就系包含住幸福嘅意思啦。另外呢个抹茶蛋糕虽然就冇特别意思，但系就好好食啊，层次丰富，抹茶同红豆味平衡得啱啱好啊！唔知蛋糕高质啊，连茶即饭都好好食啊！鲷鱼同饭本身就有调味，味道浓郁。呢度最大嘅卖点系部分食材有喺神明面前洗干净，食完话唔定就可以脱单啦。如果你有心仪对象，就可以送呢一个以结缘玉为圆形嘅棉花糖俾佢啦。另外呢间咖啡仲有卖一啲冰川神社嘅周边产品，咁大家嚟到川越就千祈唔好错过呢度啦。